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取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46集的节目。今天的话呢，要跟大家分享我手边仅有所有的领袖之证的 Megatron 的相关的玩具，包括了 Hasbro 的版本啦，还有这个加配件包的，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个 KO 改良放大的。那这一款的话呢，是今天主要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啊。那它的具体是哪一家出的呢？看了半天，看不到是哪一家出的啊，就算了。本来想检举他的啊，就算了，找不到名字我就放过你吧。那这个何慧，你看到这个笑容啊，那简直是可爱到了一个极点了啊。那今天的话呢，我会把我手边的所有的那个领袖之证的密卡顿的玩具呢，统统展示给各位看一下。那么呢，就从这个本来这一集的话呢，正常是不会编入流水编号的，但是因为这一集的相关讯息量可能比较多，所以我就把它纳入到1246集里头来。领袖之证的密卡登呢，是我看过的动画片啊，因为我看过动画片也不是很多啊，但不管虽然看的不多，但是领证的这个密卡登的话呢，应该是我最喜欢的密卡登设定了，应该是不会跑差不了多少了啊。首先的话呢，它玩具推出的顺序呢，是在最开始在第一季的领袖之证第一季的时候呢，这个 Transformers Prime 的这个第一季的这个 First Edition 的时候呢，它呢只有推出到这个 Deluxe 等级的版本，玩具呢只有做到第一级的大小。这款玩具其实当时就不容易买到，它还是最开始是跟 OP 的一个 Deluxe 等级的一个组合包，那之后的话呢，好像日版还是什么版本有单独在推出。那这个玩具的话呢，无独也有，前一阵子呢有跟大家做过一个分享，它的体型的话呢，其实做得非常的端正，手臂的一个强壮度呢也做得恰到好处，手炮的大小啊，各个方面来讲的话呢，都是这几款里头呢，我觉得是比较优秀的一个。然后呢，剧情推进到了领袖之证第二季，那玩具的话呢，就列入第二季的这个名字呢，叫做 Robots in Disguise， 简称 RID。当然，变形金刚有很多时候都有这个 Robots in Disguise， 那就是 Transformers 的 Robots in Disguise。那么在第二季的时候呢，推出了这个 Commander Christ 的这个 Megatron， 它的话呢是头雕的话，可以说是做到一个最好看的一个版本。你看它这个眉毛是整个是有做出来的。红色的眼睛还有白色的牙齿，这个头雕是做得很漂亮，但是由于它是一个 Commander Class， 所以的话呢，它的一个球冠的暴露以及翻到背后啊，这个整个是紫色透明线，还有这个大量空洞的头胶，这些的话呢都是它不可以去回避掉的一个缺点，连头呢也是不能够转动的。那么它的话呢，在这个时候呢多了手上的这个像是光束剑的东西，那这个在动画片里头它是有，应该是实体剑吧，但是它是做成一个透明剑，然后这是架在这个炮手，那这个炮手的位置上有突出这个尖刺呢，其实是这个也是正确的了啊。那它本身的这个胸腹腹部这个内部，你看这扒开之后啊，里头是透明的啊，所以它的一个配色还是比较漂亮的。那在RID 时代的话呢，它的主打呢其实是这手上的这一款 Voyage Christ。那这一款的话呢，我已经有给它整个有上过颜色了啊，在 BBD 上面呢，我还特别呢把这一集呢是上过颜色这一集呢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个讲解，做一个就是重新上传了啊。那我把它整个涂成一个暗铁灰色。其实今天所有的这些 Megatron 里头呢，我觉得我自己涂了这一款啊，自己夸奖自己一下，我觉得我涂了这一款的配色是最正确的啊。其他的话呢都太亮了，要不然就是没有涂装啊，只有我觉得我这一款是最最最最正确的。那这个时候是那个时候是我朋友帮我改造过，你看到这里还有个电线在这儿，我当时是把它改造成了它是可以发光的哦，但是因为这个年代久远，我也不知道是电池没电还是说已经坏掉了啊。总而言之呢，我这个胸腹可以发光，手炮也可以发光啊，当时我是改造成这样的。那在 RID 时代的话呢，它这一款原本是整个是白色，缺乏涂装。那之后的话到第三季还有推出所谓的一个鲨鱼造型，那一款我就没入了啊。那它的一个手炮是做得非常的巨大，以及的话呢，它当时有一个轴动的武器啊，是可以这两个尖刺的话呢，平常是可以收到后面，那一按的话它会到前面来变成一个尖刺状，所以它这个尖刺的这个刀呢是在炮手这一边呢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一款当时的一个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它这个背后啊这两片你怎么放呢都是不正确啊，你放到两侧的话呢，虽然是上面看不到，但是两侧就显得累赘。那因为这个关系的话呢，几年之后啊，这个有一个配件包的公司呢，他就推出了一个配件包啊，这个配件包的包装盒我还有留着啊，这个啊是这一家啊，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再去把它搜寻出来，这里很久了，可能有五年了吧，应该有五年以上了吧啊。那我这款那个配件包我也有做过开箱影片，那是因为YouTube 被就是毁灭掉嘛，所以有一些影片保存我不知道有没有保存到。
那这一款的话是日版的 AM，应该是15，我把它加上了刚刚那个配件包的。那这个配件包主要改良了什么位置呢？首先的话是这个增高鞋垫啊，这个那个时候就体型的玩这个玩具都做的都太矮小了啊，这个地方。然后它做了一个手腕啊，这个地方手腕的这个可动的一个转轴，这里多了一个球形关节，可以让它手动可以转。然后两个小臂是完全是换上新的。那它的话呢是有一个可以伸缩出来的一个手刀啊，这个地方是完全可以做一个正常的一个收纳的，两手都有啊。那如果你不想让它露出刀的话，它也有附送一个可以填充的这个一个造型的一个部件在这里，都是可以做一个替换的。头雕的话呢也换了一个新的，因为旧的这个模具的话前面是白的，后面是黑的，并不统一，所以它做了一个全部是银色的一个头雕。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本身玩具的一个配色，那这是配件包的配色，是稍微有点色差。以及它最大的一个改良的话呢，就是它这个背包的部分。它将原本这个背包这个部分呢，它原本是一块部件是这样一块的，它把它拆成一块两块啊，它把它拆成两块部件，让它可以折下来啊，然后到这个地方再进行一个组合扣上。那它也是可以完全变形的啊，基本上就是这个配件包算是有彻底的呢去。对原先 V 级的玩具呢，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良。那再来的话呢，时隔多年之后呢，终于呢，有一家的这个 KO 放大改良的一个新的产品，就今天这一集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讲解了。一定要把 Deluxe 等级呢跟 Voyage Class 等级呢要放在一块做一个解说了。首先的话呢，它呢是源自于它的。稍微改模以及放大。那么这一款的 V 级的话呢，是主要是要给各位看一下它这个身高的比例，它的身高的话放大了非常的多。那我们先把比例这个问题呢，跟大家做一个解说好了。这是原本的一个模具啊，体型的话大概如此这一般。但是呢，由于呢历代以来呢，这个 Megatron 的这个玩具呢，很多都做的比 OP 还个子小。那么这个的话呢，是没有放大的领袖之证的 Voyage Class First Edition 模具的 Optimus Prime。如果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话呢，这个身高的话应该就会让人觉得很迷人啊。那除了跟这个博派的老大呢有个身高对比之外，前几天有跟大家分享过领袖之证 Voyage Class 的 Starscream，当时他的身高也是比这个 Voyage Class 还要大大的高。但是呢，如果你拿这个跟现在的这一款这个家伙呢是作为 Dark Mask 的相比的话呢，这个身高比例。应该也是比较养眼了啊，所以呢，它的这个身高呢加大到了21公分，那这个大概是18公分啊，头顶高。其实这个身高的放大比例的放大呢，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比例我完全可以接受。再来的话，我们就单独来看一下两者。从正面来看的话呢，最大的不同应该是在这个啊裆部的这一块，它整个加大做大了，但是这个是原本的一个尺寸啊，这个在裆部的部分，你把它裆部放大了啊，这个男子气概的话应该是比较有吧啊。再来的话，其他都是一些比较细部的细节，我们就待会细部的时候再来看。我们来看一些比较一目了然的一个位置，就是它的这个背包。这个背包的话呢，照原本的模具的话，它应该是这个样子，应该是要转这样的。但是它做了一个，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就是上方啊会多凸一块这个部分啊，可以看得到这里。但是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一款 Deckmaster 的话呢，是给它多了一个转轴啊，可以让它直接转到后方去。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正面的视觉效果当然是好上了非常的多了。然后的话，就这个其他原本这个基础模具的话，应该已经非常优秀了啊，我们就暂时请到一旁吧。接下来重点就来全心全意的呢来分享这一款 Deckmaster。那么这款 Deckmaster 的话呢，它有几处的改良点。首先呢，第一个呢是全身都是有，基本上都上了银漆啊，这个就不用多多说明了啊。但是我还是要说，它的银漆没有我正确，好吗？再来的话呢，就要提一下了，它这个头雕啊，简直是销魂了。最大的改良点是什么呢？你们知道吗？因为它是红色的眼睛，然后里面是白色的眼珠子，然后在黑色的瞳孔啊，所以非常的狰狞啊。加上牙齿的部分呢，有特别的把它做的比较精细一点，相较于。原本 Hasbro 的模具来讲的话呢，这一款是真的有做的，这个头雕真的是成功了，真的是好看，不得不赞美嘉许一下啊。但是也由于因为眼珠子是已经上了红色，然后虽然后面有紫色透明件，但是各位就别奢望它眼部还有一个透光了。再来的话是它的一个背后啊，这个部件啊，它是有多了一块的一个可以填充的部件。那这个填充部件的话呢，主要就是让我们背武器了。那这一款的这个
暗金剑，什么暗黑星辰剑嘛，这个拿的时候呢是必须把这个解开啊，然后再做一个从手上这个安插下去。那这个本身是一个紫色的透明剑，然后这个黑色的话呢，应该是喷在另外在应该是另外在应该是喷漆喷上去吧，应该没有分件的，我是没有特别研究，应该不是分件。但是就这个反光度来讲的话，都是真的是挺漂亮的，没有问题。做成的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能量剑的一个感觉了。那它这个当然是可以放在后面了，就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功能了。有这样的斜插，你还可以转个角度，这样一来的话呢，兵器的话呢也可以完美的收纳在后方。那么手上的这个尖刺的话呢，这个安装的话是非常简单的。那它其实的话呢，这一款这个内容物里头呢，它是附带了一对啊，所以说如果你想要的话，你是可以有一对的，两手都可以有一个尖刀的一个感觉，两手都有一个尖刀。嗯哼，那非常的，这个是真的是有一点点，是不至于是会割伤人啦，但是真的是相对比较尖锐。那尖锐刺伤人可能不会，它可能自己折断还差不多啊。这一款的话呢，就是关节啊各方面来说呢都是偏紧的状态。那再来的话就是一个改良的点，就是它的一个发光啊。我先把这个手上这个壁刀给拿下来好了啊，这两把壁刀，嗯哼，还是挺漂亮的啊。那么这个武器的话呢，这个它是有一个拨片的一个开关，从这一按啊，它就会一个发光。嗯，那这个发光的话呢是 LR41 三颗电池。那我的感觉是好像还不是很亮啊，觉得亮度不太够，难道还是说我的这个是有问题还是怎么样？ OK,Anyway,它是可以发光的。那手部的话呢，这个地方啊出拿到的时候呢，这里它是一个双动关节啊，顺便提一下啊，原本模具的一个球关在它的身上呢全部都变成非球关了，都是一个转轴关节啊，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改良点，那画面里头可能不容易看得出来。那但是呢掰动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感觉是最紧的，那我已经特别上了细油了，所以这个转轴起来的一个柔顺度会好上很多。全身的这个涂装也给各位看一下啊，银色的紫色的部件也是比较偏亮。那它还有一个改良点是它的这个脚踝的位置啊，它是有多了一个接地，大概角度不大啊，因为它这个造型的关系啊，它这个你这样掰出来的话呢会被这个造型给卡到。我觉得这个顶多来个30度左右的一个 OK 接底，这不大啊，真的不大，但是还是有啊，是好过没有啦，真的是好过没有啦。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倒是会比这个增高版的配件包要稍微好一点，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啊。它这个增高版的配件包啊，首先它这个它只有提供原色的增高鞋垫啊，没有这个黑色的增高鞋垫，它这个是没有接地的，没有接地，所以你加了这个增高鞋垫之后呢，你这个脚这边腾空的一个幅度会感觉会更大，所以我会觉得这个 Dark Master 的一个改良的话呢，是会感觉是会再更好一点点的。那么可以说呢，我们从节目一开始的这个灵兽之证 First Edition 的 The Last Class， 到 Robots in Disguise 的 Commander Class， 还有 Voyager Class。以及之后推出的几款呢？啊，对了，我刚刚忘了提了，我手上的话呢，还有一个这个啊，这个是 AM33， 这是最终版本的一个 Maker 就是官方的一个版本。那这一款的话，它是唯一还原到这个动画片里头 ，Maker 自断一只手臂，为了要拿这个至尊的神锤。的这个设定只有这一款日版才有这样子的一个配色啊。那这一款的话我至今为止都没有拆啊。那目前的话我所有手边的 Megasol 的玩具呢都已经拿出来给各位做一个展示了啊。那这一款最后才推出的这个 Dark Master 的话呢，当然因为它最后推出，它也确实吸取到了之前每一款玩具的缺点跟优点，我认为在这个家伙的身上呢算是有开了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花朵了。那么现在就来示范一下这款 Dark Master 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这些枪炮啊、刀剑啊，包括后面的这一块配件，统统都给拿掉。那这个背包的部分呢，就可以先把它给转180度了啊。那么这一款在变形的时候呢，主要就是有一些关节呢过于的偏紧，以及银漆的部分呢，各位可能要自己加以保护了。那我的变形习惯呢，先把这个背包的前后给分开。那前后分开的时候呢，我是先抓住后面这个地方，往左或右呢稍微去扭动一下，才能够把它给正常的打开。因为它这里的话呢，靠了这里有两个一个倒钩，这里一处，还有这里一处。
两处的倒钩去勾住这里，你左右去扭动它的话呢，可以去破坏它的一个结构，把它给打开来。打开之后的话呢，先把手臂呢都先给推远一点点。我个人的习惯呢是先处理这个胸甲啊，这个地方有一个结合卡扣，这个呢是原本模具没有的，这个是这一款 Deckmaster 特别去追加的这个模具，它可以增加这个胸甲的稳定度啊。但是这个胸甲需要稳定度吗？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啊，反正男角就无所谓了啊。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把这块部件呢一个双动关节把它往下面推。那这个的双动关节非常的紧啊，非常的紧啊，各位在初次把玩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然后这两块部件的往下压的时候呢，由于这块部件加大的关系啊，你这两块胸甲放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是会有一点去干涉到的。在原本的 Deluxe 等级是没有差到那么多，但这个加大之后的话，它会去影响到这两片部件往前靠的一个空间。那你往前面靠的话呢，可能你去压到这里的话呢，就会导致于说这个卡扣呢是可能会有时候会没有办法扣紧。不过这个飞机的这个头部的造型其实可以自己去想象多变啊。其实影响真的不是那么大，你别看我啊，我也只是照实说而已啊，这看上去还是挺狰狞的，你看看这个眼神，对不对？你这么不爽，我们还是要把你折叠成一台飞机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身体的背后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手臂的话呢先往下面翻下来啊，从这个地方先把它往下面翻无所谓啊，我们先整理一些空间，让我们变形它的一个背甲。这里推下的时候是有一点阻力的啊，那这个阻力的话呢，就是不要担心，继续推就对了。两只胳膊的话呢，到时候是这两个凸跟凹，到时候要做一个结合，你先记得这个位置就可以了。然后你还要记得一件事情，在最后结合的时候呢，这两块部件呢这里这个连接杆，这个连接杆是斜这个角度的，最后结合的时候斜这个角度出去啊，你只要稍微记得这个样子就行了。我们先整理它的一个背包，先把它的这个后面这个，就是我当时戏称这真的很像一个马桶，对不对？这个马桶盖子啊，不对，不是马桶盖，是真正的马桶的话呢，稍微往上面挑一点点，方便我们把这两片这个背后这个甲胄呢，它是有个双动它是有一个小关节，可以把它给往下面斜放下来，到这把它斜放下来。这里也是一样啊，这个非常的紧啊，这个地方啊不容易去操作，不容易去操作啊。OK， 把这个手指伸进缝里头，还好我还挺擅长的，就还没难到我，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地方放下来之后呢，就可以把这块部件呢往前面整个放下来。那你要留意到这里两侧都有这个倒钩，它是要勾住这里，还有这里。这个倒钩呢 Deluxe 等级的模具上面呢本来就有啊，并不是这个 Deckmaster 去特别追加的，但是呢原本的这个 Deluxe 等级的那个倒钩呢实在是太过于短小了，导致于说呢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啊，几乎没有什么作用。那你这个时候要扣紧呢也可以，这个时候不扣紧呢也可以，你可以最后再做一个调整，你只是要知道说有这个地方啊，到时候是要记得把它扣上就行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先把这个整个后面这个部分呢稍微的往上面再推一点点，把它整个给打正一点点，这样子的话呢，这个飞机的一个上半身会更漂亮一些，先做个简单的调整，微调就可以了。好，到这边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进行这个手部啊，这个皮克啊并不是什么其他的暗器，这个手部的话呢就到这，然后呢把它往上面利用这里的双动关节把它往上折进去。这里有一个关键的东西一定要跟各位提一下，你看到没有，这里这个地方它不是有个倒钩，这一块部件呢原本的模具应该是没有这个，那你手翻进去的时候呢，记得这个手掌是翻成这个方向，这个手指呢到时候是斜放在这个的外侧，请记得是把它放到外侧啊。如果你不放外侧的话呢，基本上这个手呢会收不进去，你可以从外侧到这样过来，这里也是一样的啊，把它给整个从这转过去，从外侧进来，记得一定要把它放在外侧。好，到这个情况下我们的话呢就把这个两手臂呢做一个简单的合并了，在这个情况下呢可以做一个合并了，这里把它给扣上，扣上之后的话呢，整个的部件呢，这个部件是往斜后方推的，这样子。好，你就可以看到再把它往上面推上来，看到没有，这一个我直接给各位看一下了，这个这边看到吗，这里这个是手指，这里有一块，这一块尽量拍给各位看，因为这个地方我觉得一定要特别讲一下，这一块就是那个画面一直带的不是很清楚，这个倒钩看到没有，在这里
然后这手指，手指一定是在倒钩的外侧啊，一定是这个方向，一定是这个样子。然后前方这里的话呢，基本上已经调整了差不多，我们就可以把它呢给捏过去了，把它给扣上。好，这个时候的话呢，整个一个上半身已经差不多了，记得就是这个形象。那这个话呢，这个有一个肩甲，你就尽量的往上面推，往上面推过来。好，到这个形象，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腿部的变形，把腿部呢跟下盘做结合，这个变形也就完成了。腿部要做一个打开，但是不是从前面开，从后面开啊，从后面开。我不知道各位是习惯从前面开还是从后面开啊，这个，嗯哼，这个后面打开，这个地方给打开。打开之后呢，这里利用这个地方这个双动关节，直接的把它给稍微这个脚趾要收进去，这里才有空间，让我们做一个转动，这样推上来，推到这，直接的整个给转上来，转到这里。然后呢，推动这个部件的时候呢，记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它是会跟这个紫色的这个透明的这个机翼呢是有点小小干涉的，所以你要推到一个特定的角度，它能够正常的把它给翻出来。另外一侧的话，我们也一样先把它给翻出来好了，这样子，从这边放大的模具呢，就是有一个就是致命的缺点，就是它原本把玩的手感是肯定比不上最开始的这个 Deluxe 等级的。有点 Deluxe 等级的一个玩具的话呢，大小尺寸呢也是比较恰当一点的。这个地方转动一下，推上来，然后推到一个这里，这是一个可以正常转动的角度的情况下呢，我们把这一个飞机的这个机水平的这个机翼的这个侧边把它给抠出来。那如果不好抠的话呢，就是用一下道具啊，这样子稍微搓一下就出来了。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注意到这里底盘是注意是这个样子，你要把这个开口处呢是朝后方了，让它的腿呢是可以往后面移动，然后转动这个外摆内束的位置，转动过来到这边。然后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有一块凸，这个凸就是要扣这个缺口啊，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的一个缺口，大概的相对位置大概差不多就是在这，差不多就是在这，但实际上呢还要再做一点点小小的微调，因为呢你上面还有这里这一块跟这里要扣上去，这边好的，以及呢最后在这里内部它还有一个就是要扣这里转上来，这个地方是可以转动，所以这个地方最后再扣就好了，因为它本身是幅度最大的，它呢就是等前面两个扣好之后我们再来扣这个部分就可以了。一样的，这个地方转动这个外摆内收，然后脚的话呢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外八吧，还是什么，你看到没有，这是两腿劈开的一个感觉。然后上方就是这里，基本上呢下面扣住之后呢，这里的位置应该都是非常接近的，已经差不了多远了，差不了多远了，这里将它给扣上。这一款变形的时候呢，基本上了你会有很大一部分的力气呢跟时间呢都是在保护它的一个漆面，保护它的漆面，这里也扣上。好的，那么整个变形已经差不多要完成了，几乎可以说完成了啦。最后这个脚趾的部分呢，我的习惯呢是把它全部的往后面做一个集中，把它整个都收进来，能收多少我们就把它给收多少。好，然后最后就是检查一下这个地方，刚提过的这个地方这个倒钩有没有把它给扣住，这个地方也是记得都把它给扣进去，两侧的话把它调整到一样，尽可能调整到一样。然后的话整个一个飞机的头部啊，这里有提过了，你要把它再往前面缩一点也是可以，但是你们发现这个地方刚弹起来了，这个完全端看你个人的喜好。你看这个地方，它这个地方就扣不住了，因为它这里两片部件把它往下压，这个没有一定的一个变法。那原则上这个已经是它的一个变形，基本上到这个时候已经全部都扣上去都扣完了。那最后就是把这一块部件把它给放上去，放的时候是这里有一个凹洞，就扣到这个地方。这个呢是基本上你说它是 Deluxe 等级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其实 Voyager Class 的一个变形呢也差不多就是如此这般。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Deckmaster 从一个机器人到一台外星载具的一个变形过程。今天给大家做的这款 Deckmaster 呢，在载具状态下呢，我认为它有两个缺点。第一是它的这些
其他的配件呢，在这个载具下呢是没有得搭载的。不过这个问题可能有人觉得这也无所谓啊，包括它的这两个尖刺啊，这个你可能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想到底盘有这些啊洞啊孔洞，那其实怎么插呢都是没有办法，这个孔洞我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插孔啊，非常的可惜。那再来的话就是严重的一个底盘这个地方，它是倾斜，它整个是往后倒的，那它的重量完全往后倒。那它的一个底部的话呢，因为它你看它这个下盘凸了这么大一块肩甲，就在一个飞机的一个肚子下，所以你这样摆着的话呢，它一定会朝后面倒啊，就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那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这个炮的话稍微有点松动，不过这个问题不大啊，这个只要再稍微加一点点这个厚度的话，这样就可以卡得稳了。那这个算是个案吗？还是说通病？这个还算比较好解决，问题不是很严重。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这个底盘这个问题的话呢，首先我们就拿它的一个基础的这个模具啊，这是 Hasbro 这个 Deluxe 等级啊，它的话放上去基本上是 OK 没有什么问题哦，就感觉的话是它这个比重的，它确实你要去推它确实也是不稳，那你前后放都可以，但是以这一款的话呢，它的一个后半部的重量呢明显就是更加的一个明显，几乎一定会往后倒。那这一款的话是前后啊都可以，看你要往哪推啊，基本上都还有一个，甚至对不对。好，那这个是它的一个跟 Deluxe 等级的一个大小尺寸，我们顺便做一下对比好了。以及这个漆面来讲的话，当然都是有加强啊，这个就不多提了。然后飞机的头部的话呢，也跟各位提过了啊，它的原本这个腹部这个地方是这个裆部这个零件是比较小的，这一次这个话呢加到比较大，它会干涉到两侧胸甲结合过来的一个造型。那么的话呢，我们再来跟这个稍微比一下，这个其实没什么好比啊，这个是 Commander Class。那 Commander Class 的一个载具当然就是比较惨不忍睹啊，就基本上就是把这个身体给肢解了一样的感觉，这个就不特别说。但是它的这个手炮的这个部分啊，是唯一可以一体变形的啊，虽然说是一个连接杆的设计啊，但它确实是一体变形的一个典范。那么最后的话呢，跟这个加了配件包啊，这是加了配件包之后的一个 Voyager Class。那么我那一款这个原本基础模具那个 V 级呢，因为加了一个这个灯啊什么的，那个有电线，我就不把它变形了。但是大小尺寸你可以对比一下啊，这一次的话还是有放大，感觉还是比原来的一个模具要大上的非常的多。那配色的话呢，当然都是致敬到这个原著的这个里头的配色，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个银漆啊没有我涂的那么样的精致。那么他为什么会选择 Deluxe 等级的话，我认为还是有一点是这个，主要是这个肩甲的部分了啊。 V 级的肩甲的话是放在这侧边，但是呢这一款对吧，以 Deluxe 等级为这个模具，它这个肩甲是放到下方来，所以这个地方的累赘呢就不见了啊。感觉的话呢哪一个好看呢，这个其实也是见仁见智，有人搞不好觉得这两个肩甲有这个侵略性比较好看。那这个加了配件包之后的话，这个炮的话呢位置因为有所变化，炮的话呢也换成了小配件，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摆放就不太一样。Anyway, 就今天的话呢就一口气的呢把所有我手边的几个Megatron 顶修之灯 Megatron 的一个玩具呢都给大家做一个算是各方面的比较吧，我能够想得到的比较呢都把它给拍完了啊。那么这一款这个Deckmaster 的话呢，主要的卖点就是它的比例放得够大，完全是可以搭配绝大部分领袖之证 Voyage Class 或是 Deluxe Class 的玩具。当然啦，我这一家的话可能自己也会推出他们一系列的一个比例的啊。那再来就是它的一个漆面全部都上了漆，有个灯光的效果，人形状态下的一个造型的话呢是做的更霸气一点的啊。当然这个头雕的话是一定要提到，这个时候的凶恶的头雕呢在这个时候就感觉更加的有点蠢萌的感觉吧，就是你明明就这么凶恶的脸，然后这么搞笑的露出一个头在这边，就感觉有异样的喜感，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棒啊，很棒，头雕是它一个很大的卖点。真正来讲它的缺点就是关节各方面都太紧，可能是上漆的关系啊，再来就是它的这个变形的时候呢这些关节过于紧的关系啊，这个都是它的，都是在把玩的小细节上它有毛病啊。但是如果你以外观卖相来看的话呢，这一款可以说是目前来讲吧，算是把之前几款这个 Megatron 的一些毛病的话呢几乎在它的身上能修正的也都修正了差不多了。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